也是一个母鸡，这里有鸡冠，这是昨天晚上现杀的，因为鲜血。一般的四十店的鸡块啊，大概是38店就可以去宰了。那它这只大概要养8个月，完全没有加抗生素跟生长激素。他有同学在卖鸡饲料的，问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要30天可以卖，50天可以60天，但是我这个病人先生是只卖不。”只卖，只送，就交情够，他就会送。这个只好丢给我岳母处理了。给侬啊，谢谢苏先生的跳波带，跳波锤带丈夫。哎，我今晚我会这样讲，这是有的象征，有意思，谢谢，有谢意思，谢谢。阿姨哥。可以感受到他的要心等情。到9月22号。那我要抽血报告，什么时候才知道今天下午3点半，所以是要等到9月22号才确定。一定700了，我直接跟你呛来，我包拿过来，我就700。700，抽血出来七百是双胞胎了。昨天没有，我要等到9月22号。抽血一定是七百。700以上就是双胞胎的。对，我最近也在跟医生说。